嘿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欲言又止，我是阿森 Cookie。今天我有点小感冒，然后我刚刚在巴哈的，这什么版？惊悚版吗？还是什么恐怖版之类的？我找到了一款游戏，叫做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。他说十八禁的。那 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游戏？心脏。whatever。那我们来看看这有什么。其实不很可怕，蛮亮的啊。哇哦，Welcome，欢迎光临饭店66。他打开。哦，现在3:16。好。天啊，这游戏太变态了吧！在6点的时候才能玩。好，那我们来6点的时候来吓吓自己吧。好，就先录到这样，我们晚点再回来。